现在在这个墙上，我们准备安一扇门。这是一个旧的 warehouse， 跟这个相通的对面呢，我们也要隔一个小房间出来。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靠墙边开一扇门，大概门的宽度是32寸，做一个室内的门。现在呢，我们用这个激光室，我们打一条垂直线，然后我们用铅笔在墙上画好了以后，把它切开。灰板墙给切掉了，按照这个尺寸。通常呢，我们在已经有的墙面上，然后安装一个门，是根据你要装那个门的尺寸。这个门的尺寸通常是，比如说28寸，我们指的是宽度，30、32或者36。装的最多的话，可能是32寸的门，门的宽度高度大概是80寸。那我们会比原有的门加门框的基础上，一边的话稍微余一点余量，比如说32寸的门加上门框大概是33寸半，我们呢可能会切到34寸，一边呢把它留1/4英寸，高度呢给它加多1英寸或者1英寸半都可以，最后的话会有一个门框线，所以这些缝隙都会被填补，看不出来。
这段就去掉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墙体就拆完了，灰板拆完了，里面的龙骨也拆掉了，但是现在呢拆掉三根龙骨，发现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装的门框这部分，我们要重新再回填一根龙骨，这个金属龙骨当中呢要放一根木头，这个木头就是以后我们装门框的时候做摆品的。这个呢是刚才小田拆下来的金属龙骨，我们要把它放回去，放在哪个位置呢？还是放在拆的这个位置，是为了固定两边灰板。这个时候我们要，这是通常的尺寸是 2x4 2x4的，那这个呢是我们以前就有的，是 2x3 2x3， 但是我们一会儿要截短一点，就是说它因为刚好可以放到这个龙骨里面啊，但是我们可能截到这儿截断了，然后把它放回去。放回去的目的呢，这个也是做 backing。当我们安装门的时候，螺丝就直接锁在这个木龙骨上，因为这个金属龙骨的这个皮太单薄了，它没办法去支撑整个门。
现在呢就要把这个203的木桩放在这个金属熔炉里面。要反过来装，反过来。现在呢我们把带有这个木熔骨的金属熔骨要放在里面，然后最后呢两边的边缘要用灰板螺丝锁定，大家可以看啊。这是很久以前，几十年前的房子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灰板你看，跟现在买的新灰板都不一样，这都是放平的。它在这个灰板上呢，会有一些，关于这个灰板是哪一年生产的，我大概的信息一般都有。我们现在已经把两边的这个熔骨已经安回去了。上面呢按照其实应该用那个 track 整个连起来的，但是我们装门的时候其实无所谓，我们就直接把 start 剪成两段补一下它的那个木龙骨，直接就是给我们装墙用，所以并没有是按照这个剪新门的这种标准来做啊。现在锁上螺丝以后基本上就可以等待新门来装了。这种呢是灰板螺丝，但这种灰板螺丝基本是用在金属熔骨的。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螺纹比较粗犷的、比较大一点的，那个是用在木熔骨的。